1月3日，王灿在社交平台上更新动态，晒出2022年的第一张自拍，表示是带娃的一天，看起来十分高兴。王灿穿着朴素的居家服，素颜出镜，皮肤白皙滑嫩，状态特别好，依然有少女感，并不像是刚生过孩子的妈妈。小宝贝将头埋进妈妈颈窝里，背影十分可爱。不过王灿毕竟刚生完孩子，带娃也非常辛苦，他抱着宝宝的时候脸色略微有些憔悴，身边没有看到杜淳的身影，一个人照顾小孩子确实很辛苦。在最后几张合照里，王灿首次晒出了女儿的正脸萌照，女儿笑起来神似杜淳，肉嘟嘟的小脸特别古灵精怪，想必长大后也是一个小美女。王灿和女儿玩闹了一番，心情变得特别好，总体状态还算不错。据悉杜淳曾出演过众多影视作品，演技很精湛，他与王灿是在2021年结婚的，随后在节目里官宣了妻子怀孕的喜讯，两人的生活一直很幸福。最后也祝愿杜淳与王灿生活更加甜蜜，也希望小朋友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。